登记投入在研究西头文化的训练馆马里干文史协会，即摆伫咧仑背乡诏安客家文化馆举办着西头东客来展览活动。学员摕着家己所做的西头作品来表演东西，除了是做西头的运用甲推广以外，同时嘛要来抛砖引玉，希望予大家搁较来重视这项传统的民俗文化。随着拍锣鼓的声音响起，一只又一只的狮头是开始喊来喊去，慢慢前进到诏安客家文化馆的会场内。虽然不是正港的人狮，不过会当安尼摕到家己所制作的狮头来表演，学员因是拢感觉真趣味，也真有成就感。哦，这狮头拢阮狮头班家己做的，嘿。啊，做啊，都要利用这个机会出来人人嘞，安尼，大家做有成就感嘞。哦，无想讲，我来当做狮头啊。下回杨老师教阮做，当地时间拢总六十点钟嘛。啊，尾啊，杨老师感觉，哎，当做狮头无够，我叫人做狮皮，含狮头到做火了。啊，今日活动啊，大家做会出来表演，哎，干嘛呢吼？靠一个向心力，啊嘛靠一个成就感。这些学员因之前有参加着由训练馆马里干文史协会所开办的狮头制作课程，在作品完成了后，即马就是要来让这些狮头会当动起来，所以协会即摆是阁来举办着这款的狮头采街表演活动，同时也来做人狮文化的推广。啊，这次的活动哈，我们是狮子动起来，就是前面我们有前半部做狮头的这样一个演习，那后面我们是在。让这些研习的东西能够真的在使用，让这我们自己做学员哈、啊，学员自己做的作品，那这次我们用舞蹈方式来做呈现啊，所以我们今天所谓动起来，就是我们在做一个狮子未来一个推广活动的一种尝试。除了人狮的表演以外，文化馆内面也展示着各种不同的狮头作品，其中就有一款的设计造型是会当拍在肩胛头，以后提来人狮时就会较鲜亮，嘛真有特色。杨永雄杨老师他制作的这个省力的哦，真的是非常省力的开口狮的造型啦、啊，左手这个只要扶住之后啊，他就会很容易的将这个狮头举起来哈、哦，所以我们在活动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省力。任何的人来使用这个开口狮的话、都是很容易的、哦、除了狮头的制作，人狮也是狮头文化的一部分，协会也希望用这款人狮的方式将狮头好好来做运用和传承，也让民众知道传统民俗文化保存的重要。记者柯恩信采访报道。